好，昨天在地下室网络不好哈，阿米奥特曼的搞那龙扇就是啊不对，那比方说老师有课桌些哦，高飞塞呢，遭到反对吧，就是啊不对，那老师啊不对你写吧喏，那我们一般是给彪马动力写来阿修来念，在龙扇。在楼下有外景吗？位置，位置吗？这是二声位置。啊，等会儿，外模糊了哦，外国人外漂不要拍的。你说那怎么有？在楼上有位置吗？位置啊，这边就是说你呀，你呀。啊，不嘛，你呀是哪路米呀？哦，太不你呀，啥不你呀是啦。所以在楼上有位置吗？位置。那老师，如果老师找到你呀没去了，我们要怎么回答？来，一票为。现在没有位置嘞。现在没有位置了，你啥到啥多少人？啊，不，你呀没去了哦。哦，你呀比你比。你我妈的呀，烂表来的，现在没有位置了。就咱到三年级的时候，你呀别你，那老师现在没有位置了，姑娘没戏了。啊，老师这个落空你呀戏的，是老师怎么说？啊，空你呀戏的，来，一点咋问？啊，空你呀戏的，有位置没戏的，啊，放车。还有还位置现吗？在还有位置，现在还有位置，所以，现在有位置，还有位置，没有位置了，所以他说有位置，没有位置。好，来龙下，龙是老师啊，那个啊，不是 out，龙下就是 out。来龙梯那个的，那老师那个的，我们不会说上，我们说爬楼梯，爬山也爬，爬楼梯啊，那个的没得球，可是讲到老师这里个是那个的是，你爬那当然，然后你看这里个别他们啊，那个的没得球，那老师黑马冲啊，那个的没得球。我不想爬楼梯。我不想爬楼梯，所以我不想上楼梯了。我们不要，我不想爬楼梯。啊，这个就没得钱，所以老师这里嘎多加了，这里嘎多加了。来大楼啊，扫屋，大楼扫屋是什么意思？老师现在密码密码是员工嘛，所以老师扫屋里面爱学啊，扫屋里面爱啊，大楼啊，那楼啊，东楼啊，里楼啊，外楼啊，臭啦。那老师说员工密码密码，过龙井 A 路，那他 A 路是爱好，这偏偏呢，你那边你的呀，路路员工没有说。啊，公路啊，刚出来时有比较说啥？哎，你就在哪里？我就在那个大楼，我就在那个大楼啊，火烧嘛你呀，就是大楼，火烧我命里。我们说大楼，好，那老师，你妈不拉撒，你妈不拉撒，老师不只是说白嘛，说白嘛，外婆都有那多宝嘛，老师他就是的，白了，勇敢你。啊，比方说好点的，那也是老说一种大楼的，好，所以哎，那个大楼哦，大楼就是二三五，来电梯梯啊，那个的也哦，楼梯也梯，电啊，那也是那个那个老说帮手没留差叫电梯，电梯，电梯就是的那个电梯的那个哦，所以老说这里个是呀，就是坐呗，我想坐电梯，哦，坐电梯这里个是呗，老说登录呀，哎，来老说体育。体育就是骨干呀，所以体育课老师能给说找嘛？老师说干呀，站起你站的，那个老师啊，体育课入课嘞，干呀，站起，体育课好啊。那老师，体育老师干呀谁呀？体育老师啊，他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就是干呀谁？那老师是给别嘛东南吧来说，他的体育很好，他的体育很好，有没有老师懂嘞？还有一个是。他的体育不好，他的体育不好，什么意思呢？对呀，骨架也高呢，骨架我们高说，怕比方说，看那骨，看那意思，resistance 高那么高，我们比方老师说老师的体育不好，体育不好是看什么东西？比方说老师讲的，啊，说你磨米嘞，你磨米啊，你老师啪在这路米有啥啦？磨你的那是完了啪在这，那算你的体育不好。弄完之后，他就讲那老师，哎，你老师是老师，苗老师，我哎，别忘了，眼睛一闭嘛，真正的胡脑白嘛，弄在楼里面学看，啊，还有老师
诶，你今个录屏嘛，老师还是年年里会录屏的，你还有录屏，所以老师爆发 resistance 阿么高，所以虽然说体力不好，没米啦，你老师曾经是在我的片路，这句话老师张道明看来呢，老师说了些，诶，别来讲呢，让你跳，不是哦，啥有个部分类的，所以老师体育好不是，你也顾看爆发顾看啦，你今个录木一万木三木大木。老师说你眼部了，老师应该要表亏你。我说眼部了，我们看啥来？所以老师那种是什么体育不好的人，体育好的人呢？你把你们老板边边边边看看，那老人家老师那就给我们飘，那就给我们飘么脑，啊，那就给我们飘么脑。那就老师啊，体育很好。这小路伟老师啊，人家是刚发出来的啊，刚改的，刚改的，哈、啊，只不过你跟我年纪，你只不过。那小伟老师这边可能也是，后边拉你，后边一把你哭，我哭哭不着，你们干嘛骗人家没有？那是你的体育不好的人，好、啊。这小伟老师好，东林啊啦，这天林路老师，你们干嘛骗我？他是体育好的人，好、啊，所以他的体育很好，他的体育不，这个我看他高难不高难，比较红，是这么一年赛呢，比如啊，这是我们这个比较嘛，东林些，蓝个子老师讲哪里？个子就是固定喊他。过年哈，老师讲那也是老师比爸爸面部，就是老师你那也高了两位，后天的那两位面部嘞。那你不知道老师的个子怎么样？面部也讲到那些不？面部也讲到那些。所以你不知道老师的个子怎么样？老师的个子高还是矮？就是说 average commanding 呢。所以其实老师的个子也不是很高，也不是很矮，矮了嘛？哎不人嘛那么薄，面嘛那么薄。所以老师过年哈，老师以前老师说啊、他很高，他很矮。HSK 1嘛，啊，读页面呢，他很高，他很矮。那老师呢？如果 HSK 2，好像老师老板叫 not speaking 嘛，懂了。我们不会说他很高，他很矮。但是老师引用 HSK 1嘛，等于啊，那个等于啊，那不是就是防御性啊，不是防御性，你那时候岔开啊。所以老师要改回来，他的个子很高，他的个子很矮。我们不会说他很高，他很矮，什么东西高？被他引了，被他补了。所以我们说他的个子很高。他的个子很矮，啊、哦，他的个子很高。比方说，你觉得老师啊，这就有一种哇，他的个子很高，啊，这就是他的个子很矮，哎，懂了。所以一定要说个子哦，哦。那老师讲啥？四边，老师讲的是嘛？等于五的四边怎么说？自行车。那我们还要再加脚踏车。如果老师在台湾，我们台湾你要知道哦，台湾哪门学生？我们台湾不会说自行车，自行车就是丢笔蚂蚁嘛，懂了？我们台湾说脚踏车。可是呢，如果你丢 CF 反反皮皮，HS 给的皮皮，那没有弄丢了嘞，那很奇怪。好、哦，那你 HS 给沙漠多少皮皮丢 CF 反反沙漠，那没有弄丢，因为沙漠没过嘛，你有也有可能脚踏车呢没有，也有可能自行车呢没有，listening 嘛。不管你丢 CF 皮皮 HSK 皮皮咯，虽然丢 CF 啥台湾嘛自行车嘛懂，他们沙漠没有嘛自行车吧那边，丢皮嘛一嘛脚踏车嘛懂，可是丢皮嘛沙漠 HSK 嘛脚踏车没那边，没办法，那沙漠带，所以那窟窿特别大，可是这个表嘛很好分清楚，龙啊给你啊的这个表嘛，台湾就是脚踏车，丢皮嘛就是自行车。我哪没有呢？所以你台湾嘛哪没有？哎，我骑自行车来上课。哎，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他们只说脚踏车。OK，所以就是说脚踏车，所以我们台湾就是会说脚踏车。所以你听库隆的呀没？自行车。自行车是呗，脚踏车是呗。那老师，你还有没记得啊？是呗，C 这的老师不怎么说，是呗，C 老师骑那斗门了啊、哦。所以老师骑自行车或者骑，哎，骑自行车或者骑脚踏车啊、哦。你不要说那个叫那那么多人了，是呗，就是你过来我西路边啊，你呀你过来忙啊没，明天啊没呀着。来，老师你进去啊，你着，你去去啊，是呗，C 这的，我会骑自行车。我会骑自行车，我不会骑自行车。你会骑自行车吗？你不会骑自行车吗？会骑啊，等会骑，会行，秦某喏骑，你会，我会行，骑自行车。会骑自行车。啊，骑喏啊，等你。会。好，先就是老师啊，得多啊得。
得多啊对，那老师我把你懂了。老师都对老师，哎，这个一定来修路亚的，哪里来修呀？可是老师都老师哪个 object 来这看嘛？老师都我们说的说法来，老师学生直接弄英语啊，塑料我的。新的衣服，新的房子，新朋友，新的手机。那老师，我那个来的 object 搞不懂老师，就是路工作还没有这种新朋友，他是我的新的朋友，老师不会说，我是新朋友吧，懂了。可是我说 object 写嘛，都看没动路亚的路，对嘛，看没动路亚的写吧。可是老师说，我们一般不会阿片的时候都看没动了，就是 object 那还要说呢，那朋友的老师 object 我就是路，所以我们会说不能加的，哦，不能加的。哦，不能加的，但太重要，就是一定要说，我们一定会说，是，等一下啊，这个你跟他们商量好了，他就不算。不是，然后马上要十一天了，就说十一天了哈，有弄好。啊，那个字也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新的衣服、新的房子、新朋友、新的手机，那记得我们后面，哎，她是我的新的女朋友，我们说新女朋友，比方说新女朋友，干嘛嘞，对吧？所以路皮来看，我们不要加的啊、哦。来，那说就是好多。就是新的三件嘛，就是好的。来，老师学生这个来念，来听读大听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太久了，我不太嫌旧没的，脏了。太旧了。这件衣服太旧了，我不嫌穿了，所以我想买新的衣服。好，老师起码要说就是太冷，太 aged 了，所以这件衣服太旧了，我不想穿了。所以我想买新的衣服。好，老师这是撒娇，教到我呢。谢谢你表扬，老师谢谢他。然后这件衣服太皱了，给你啊，好冷呢，我不想穿了，我不穿了。所以吐槽关键性，我想买新的衣服。讲到身上，然后等一下讲到我就要破开嘛。老师讲到这个学生来念一下，看见他。我的电脑太旧了，我不想用了。我的电脑太旧了，iPhone 啊，好弄的米的，我不想用了啊，你懂钱了我的。来，老师讲哪条？新的国家培养，国外国家，明明读不 新。哦，我妈妈今天买了新的衣服。你家不要，我家破灶，你做啥弄？你们家里你那面啊，哈，就是说今天是不是放的呀？你们放别，每面都没有瞄到屏幕会，没讲得到。这边来，我今天买了新的牛仔裤。你那地方没来呢？地方变成啥房嘛？等等了，这个房标准了，俺买了房一台呢。哦，就是说，三大是哪家？原生老师老买胶囊是应该在抽嘛？胶囊裤子也胶囊破了的胶呢？我今天买的牛仔裤，现在牛仔裤，我妈妈今天买给我什么什么新的什么的胶呢？那老师甭麻痹老师，我家那张破这样的，我的电脑太旧了，那么的胶我不想用了，干嘛看你那张还得别洗嘛？那老师你妈说这件衣服太旧了，我不想穿了，所以我想买新的衣服，冻张破啥的。所以你那我家破你有你那别碰那些，你那就说别人。对，我也懂你啊，老师就不喜欢。来，讲那第二我家破人是哪啥呢？塑料人呢？新的。我和我妹妹上个月买了新的手机。上个月，你也上个报月。告。上个月不是下个月，弄个人啦。
那你啥叫这张没写？我还说那张表啊，没录表他了。那张表，那张就是说三代那张。我看我的妹妹上个月买了新的手机，八片的，那我嘛，你看我拆表皮啊，没皮出皮，我这张那么表我录表他了，变身上他们背。你说说写啥张不也？他妈你那个行啊，我八片的，那我的妈声，我的电脑太旧了。啊，比如我不想要了，俺们动钱了。你要我那么特别特别呀？没有你那单时间没去有，哎呀，路还来路还急的。哪一老师有过？新的，哼，慢点，阿水，新的。真的，我的手机太旧，我的手机太旧了，所以我去百货公司买了，新的手机。我去百货公司买了新的桌子，可以。来，一票位，旧的旧。我姐姐的手机太，我的，我姐姐的手姐机，吗？我姐姐的手我机姐姐的手机旧了，太我旧想了，要太旧了，旧了太吗？旧，太旧了。我姐姐的手机太旧了，所以我要去，我想要去，我想要去买。你想去哪儿？所以就讲，我想要买哦，新对，的手机。新的手机直到现在，那一点到位，旧的，我不要买这个本身，因为就是太多了。啊，啊，张大要记得哦，然后我家朋友陪 Sanders 陪哈维陪我那张朋友们来老朋友，老朋友就是等眼睛好。过也没睡好，等眼睛好。你一弄啊，等眼睛嘛，你要眼睛啊，等眼睛，等等，还没有等眼睛。然后老朋友来啊，比如说老师我家老师们陪，那种人陪，黑马冲来，那乌鸦鼻，老师陪来要把娃马走了。哎，老等于表姐两个说不要来比皮马走了。老朋友造句。上个星期，我去医院，看见我的男朋友，因为他病了。他生病了，他生病，他很笨，生病了，生病。生病了。啊，OK，来，二手手机，老师讲了，二啊，年数个了，那那酷啊，你改他的风，就是说，昨天那卡改他的风，就是second 风，二手手机。所以我们 second hand，我们不怎么说，我们 second hand 二手。那个手机老师，second 风啊，我怎么了？second 更牛的二手店了，好。second make 衣服啊，二手衣服，我们都可以说。所以老师把 BC second 洗的话，我说啊，这是二手吗？啊，这是二手吗？老师不理解。那老师很多人都喜欢买就是台湾的二手手机，台湾二手手机因为请假 second phone。其实哎，老师，台湾二手手机很便宜吗？其实不便宜哦。台湾是每一次 second phone，可是老师们不必要丢那个货去台湾哈，对吧？丢那台湾老师们读了啊，老师 made in 台湾的 made in China 嘛，读 made in China 就是很便宜这一波哎，台湾就是说很贵的，made in 台湾就是很贵的，台湾是过了底高了嘛。因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台湾的二手手机、二手电脑？因为呢，台湾旅游老师还好啊，你碰嘞你对不对？比如说老师也，哎，不是吧？别好，我牛大手机就是说，就是。phone update 出来嘛，都是 iPhone crazy 嘛哈，啊，我 iPhone 上啊出的，啊，那都少呢 iPhone 十七，iPhone 十七出来都来了嘛，都 iPhone 上啊来他们家的，我明啦，上的是差不多可能那些的，iPhone 那个十七来嘛，都，所以老师你要留意吧，对了，update 出来的老师来你啊，我 phone 表到了来啊，phone 咯，update 出来的来你啊，有人来你家了。
ไม่ต้องเชิญจ้าหรอกงาสูเลยดีรู้ไหมอ๋อก้าสูเลยดีรู้ไหมที่เราเรียนเราชอบอ่านเรียนเรียนจ้าสุดท้ายเราชอบที่เราเรียนชอบพี่บอกว่าเราเข้าตัวเราเลยอ่ะเว้ยยังไงจ้าหมดเดียละคือว่าอ่ะติดเวชินเนาะน่าจะยับปูนี่ลูกสุดท้ายเราชอบที่เราเออสูสูจีเอาต่อสูต่อไล่เราชอบจังนะเออสูสูจีว่าจะไปจีอ่ะสุดเลยวะดิน่าจะพี่อ่ะไหมเนาะแต่จะพี่ไม่รู้มั้ย让我给你的二手手机，因为我没有手机。啊，什么什么在前面说什么？让我让我给你的二手手机，啊，那因让为老师把啥别懂里面写，都要发我，你都要发我路径了，好啦，啊，都要发我路径了，好啦，请给我你的手机啊，请给我你的二手手机。你也是跟风啊，别吧？哦、啊，那是请给我，让我那么懂哦、啊，请给我你的二手手机。因为我的手机坏了，或者我的手机不好了，或者我的手机不可以用了，嗯，都聋哑了。好、哦，请给我，哎，就是云阿比吧，不，请给我，OK。来，老师，下一个刚念到，哎，这地方漂亮的，都我表示嘛，很赞美呢。如果都拿不了解，那么宝宝的宝宝们高的面的。如果就是说有放不了解的，所以是嘛，很宝宝们，所以咱什么面的来高，那你把面前拿了，我有标本咯，我们丢咯。来，听都在呢。嗯。我是很爱，所以我想要啊，刚的男朋友。啊，我是很矮。好，我是很矮。啊，我是很矮，看看也不认。所以我想要，我想要刚的男朋友，可以。OK，那老师讲的，老师讲的里不能这个表嘛？老师懂的学生的是里不表嘛？比方说老师讲的，你给这个面啊，姐，老师说说你给这个吧，等一下喽，楼梯，楼梯就是这个的嘛？所以老师讲的，老师说台湾嘛，就是这说话也不能，这说其他不啊行嘛？哎，你给这个面呢，我们不太想爬楼梯，所以这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这个面楼呢，我们说太哎这个了嘛哈。太高了，这个楼梯太高了，就是三 d 的小亚维，我不想爬楼梯，可不可以？不知道老师怎么外语呢？爬楼梯，所以这个楼梯太高了，我不想爬楼梯。你老师在这，你个个性格一点，老师是改变方面懂一些。这个楼梯太高了，我不想爬楼梯，懂不呀？嘞，啊，第三个面容呢，我长不太清楚，懂不懂？你长个面容呢？俺们在听，老师长不得的。老师面嘛，面嘛，老师长不得的。你见老师学了，说台湾话，所以长薄了，所以长不得假的。老师第二路也，再买一个。来，你看看，你长个面容呢？俺长不得清。这哇，这显示很高。啊，就是说很刚刚发片的，是拆拆节目龙，明白不？这显示很高。这样么咯？刚啊来发，哎，这个是个来发片的，是这样么咯？因为我们哎，这地方是外发，有发都放这样么咯嘞喏。这显很高，所以当的是。当不得行？嗯，我不嫌高。当不路口了。我不嫌去嫌高。说说啊，你个你在哪个路口了？这个是你个你在的？爬楼梯。啊，这个你在爬楼梯，那当在群当在当在的？爬山。爬山，要不要啥说？这山很高，所以我不嫌爬山。啊，你们老师上的是什么？秒表，真的吗？秒表来呀、啊！老师单位秒表呢？我们说做，做的要求长期做，某的做。所以叫哪弄判他吧？单位秒表这，所以老师不能说这山，得要把这呢嘛秒表来呀、啊，没路懂他等他回答。所以这个山路呢，我们不会说，我们说这座山。可是这个座呢，长期做嘛，没听他的。所以这座山很高，地长万米呢，所以我不想爬山。
商就是商业没有必要做，商业没有必要做。还有老师在哪里也没有必要做那种呢？那些老师在哪么的样的？啊，HS 给最嘛的样嘛。所以这座山很高，所以我不想爬山。我说，所以没有在老师爬啊，我不想爬楼梯。老师说，哎呀，没有了，我不想爬楼梯啊，那个人在请，哎，动物园，所以我不想爬山。老师说，哎，那么所以当东东西，哈、啊，老师嗯。你诶，明拉上第诶要了嘛哈？老师今天晚上都差不多冬天了，不是？爱当冬龙，老师这边来了哈，都说恐龙爱当冬天龙要不比歪。老师嘛嘞，那当嘛点呢？哎，当这边老师那，那冬要老师，他今天晚上哪里开门？所以哪里你爱去？哎，那嘛你个，跟我们家那弄台龙呀？我没有办法在冬岛，太高了，我不想爬了哈。你知道吗？我说啊，我不想爬了，我因为个。长多了一点了，然后我就给长大了。哦，我说我不想爬了，我这很累。然后我这边也都在家，都变形了，都爱会变形了，啊，都爱会变形了。所以老师上完，老师都录上面，所以我不想爬，我不想爬，就是让他们得请着啊。好、哦，来挨不多，我问我家婆子啊，来请，看都等你。老师，哎，我嗯。问一下，阿缪家了，不是路标吗？你表姐两个阿明找着了，好，阿缪，哎，阿明就是刚问你家。阿明就是刚啊，哎，我知道你要把表姐拿来保姆的，你把表姐拿了对吗？老师把表录阿下嘛，缪，明，阿缪，哦，阿缪，明年，哎，对啊，阿缪家的阿张木大木，阿哎，明阿就是比较缪，高明年的，两关。如果你拿表高的就是阿明票啊。但是你要把东西拿来保姆的，老师丢啥，English 啊，或是把妈啥那单位老师追路面你来写。比方说，俺明年你还找的，俺明年你还找的。啊，老师真会嘛说，我怕就是叫什么，我怕高的东面，那俺明年都找的，知道吗？所以我怕高的地方，明年你呀、啊，就是说，明就是说地方就是你呀、啊。我怕高的地方，意思是说啊，明年你还得找的，就是明找的路标。所以我们怪我怕到哪边来挡路。我怕刚的地方，哦，我怕刚的地方，就是说啊，你那里压力找着，就是说啊，你找着了，说怎么样东西呢？你那里压力找着不？OK，啊，所以老师，其实我怕高的，啊，有那么多，我怕高的那什么多，那么一定要说哦，在这地方，地方老师得叫我听啊，可以吗？好，老师来，听都暂停，哎，不多，造句一下。我爸爸很高，可是我妈妈很矮。啊，我爸爸很高，可是我妈妈很矮，可以来难看开的老师们厉害了，比如难就是看开了，什么东西难嘞？哎，就这份，那老师对上几门内鼓了，容易简单，老师们厉害，比如啥嘞？来，老师难造句一下，我叫会计啊，来看看他难。你觉得？宿舍上游，最难的学员是什么？啊，你觉得世上上游最难的语言是什么？啊，你觉得啊，你听呢？世上爸爸妈妈啊，最难的啊语言是什么？好，啊，你觉得啊，都别忘了，你觉得你听呢？世界上就是 all over the world，个巴罗嘎一波吗？啊，最难的可颂，你觉得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就是老说 language 吧？到在哪里？丢吧？到在哪里？胡人模糊，该这边啥？古语言啥？你觉得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是什么？啊，你听个爸爸嘛，开开动，把到这个八路听来不？啊，你觉得世界上就是 all over the world？你觉得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是什么？你觉得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是什么？OK，来，老师容易简单啊，老师简单的我教会啊，那来开明明读目简单，来我教会啊。今天考学考的简单，哎，对对吧？今天的今天考试的
今天问考试题。考的，今天考试考的。今天考试考的，简单的。它是这个手把腿吗？简单的，不要不要，对。难不要难，哎呀个难不要难哇！你啊三到四找那个，三么？今天三么批呀？啊，你要不要累的，很简单。今天考试考的很简单，你那么是在线上把表录下的哟，这张那么表，那张表完吗？所以我好好考了。啊，那让你要怎么说？我已经考试了。你要说，人我都已经否定他不到了，因为你这里要已经，因为哎，这里边，所以我已经好好考试了。哦，我已经好好，我你不能说我好好考试了，你要说已经。今天考试考得很简单，所以我已经好好考试了。啊，所以再加上那张会，你有四大张了，难怪谁记得？这里难怪造句一下。我妈妈有便宜的鞋子，所以我买了贵的鞋子交给她。那我妈妈有便宜的鞋子，我们不会说哈。我妈妈的鞋子哦，我说一般说哈，是给比较便宜。我妈妈的鞋子多，阿米耶，她那里阿龙啊，然后过米亚在哪不讲呢？都不聊，不要钱了，你也都不聊，或者好啊，过米亚在哪不讲呢？反正你讲了谁帮你，像你那么敬业户，你谁敬业我没钱啊，挂着路标嘛，这叫我妈妈的鞋子多，很便宜。阿米也喷的工话是波嘞，所以我买给他，啊喽，妈妈咪，我买给他贵的鞋子比较好，是不是？哦，过米啊，不是俺们为也没啥样呢，啊，明年的路主要是波啦，别读懂嘞，为年的道理啊，所以我买给他贵的鞋子。啊，这样比较好。来，便宜是波多，来，钱学森送了一人呢。我的手机比，我的手机比我的电脑很便宜，我的所手，以我想买。我的电脑，等一下，我的手机比我的电脑啊便宜，对吗？老师就是说，哦，很退了呀，很便宜，所以很便宜，所以我想买，我想买贵的手机。所以我想买贵的手机，好，可以，来，老师。iPhone，我老说 iPhone 手机，大家也懂的。iPhone 和我们说 iPhone 手机，我们不说 iPhone 丢了，老师我们信用 iPhone 丢了不行。那 iPhone 就是我们说，还有说老师丢了去，因为 iPhone 就是苹果嘛，本地嘛，本地就是，所以我们说有些人说苹果手机，哦，苹果手机。可是其实老师这个丢了，老师苹果手机我们都是 iPhone 大家也懂。如果 English 的差他们呀，你们 iPhone 那个高雅嘞。啊，等下 English 啊，都怎么样，对不对？Hello, thank you very 啊，Hello, thank you, Hello, iPhone 啊，我刚刚呀嘞，等下他们就表达 Thank you, iPhone 啊，Hello，哎，等我刚刚在嘞，等下他们在乎，我帮他们表达，这有 English 啊念的，所以就是 iPhone 手机，应该是要说 Samsung phone 老师都 Samsung，有些老师听不懂，他们会知道三星手机，三星手机，所以你 Facebook 嘛多下，sorry Google 嘛下机，三星手机是 Samsung phone 里头哪里嘛？所以老师会说三星啊，三星啊，星就是星星，结业星，三就是 three 一二三四的三啊。所以我们 Samsung phone 啊，老师是很喜欢三星手机。你看 iPhone 比那上不了，我不要。啊，老师三下 iPhone 三下出来，老师都没那上没钱的时候，我不要，知道吗？因为我不喜欢 iPhone 手机，我只喜欢三星手机。我三星手机我分给你了，C 组你也讲了，S1 20 S1 S2 S3 S4 S5 S6 S20。那那个 S 20没去到 S 什么 Note 出来啊？我现在是 Z Flip 改的，Z Flip 个 Z Flip 个 Siri 那个叫什么改的？对不哈？那 Note 出来的 Siri 就是 AI 那哈，我们那个我们对比啊酷风啊，AI 你们变么是高你的了，那没有那么伟啦。哦，就是我们风伟啊，是风那样子的，湖北那边学来了，觉得老延续了，就是那么伟的。因为老师我的老师 Samsung crazy，就是三星手机，我很喜欢三星手机，所以老师我问你那啥 iPhone 不也我不要啊，三星手机Samsung 的风不也是你那身上来用嘛？啊，所以我不喜欢三星手机，所以老师。
反正老师哦，其实我是台湾的人，我主要是丢笔啊，丢呢，丢走就行。老师说，American 把人家标准笔都丢笔，公路啊，路里的公路 iPhone 改呢，都是 iPhone 改家，人家家嘞。老师说台湾嘛，说嘞，大家都是 iPhone 改的都比较名好。三星老师说东家网络，可是老师讲的，人家 Brandy 的，老师说的妈妈秀，Brandy 的妈妈秀。所以台湾我讲到哪，哎，俺说台湾嘛，vivo 都米都小米都喂，他讲到哎呀，谁跟我们演的，他妈来没秀。我们台湾不会用这些手机，我们台湾就是说只会三星的嘛。老师我爸妈嘛，所以 maybe 是上阿登等那些人。老师台湾妈妈都脑中不然你别懂了，比方说 Surface，就是说脑中不然你别老说电影难咯，你妈咪妈老爹那些啊新新嘞嘞，啊咪阿语这些，老师你妈妈学了没有？所以风里边所以 iPhone 懂没？啊刚才懂的是啦，喂。俺老公啊，电视老不蛮他嘞，好，比如说啊，比如说俺老 setting 不 around 上啊，setting 不差嘞，那台湾不难嘞，过我们嘛不回来，看老师是讲到里面嘞啊，讲别，我说老师起码其实 iPhone 手机跟三星手机没有老师 vivo，没有什么啊什么 OPPO，我们这里型啊细嘞，细的还细，还是孬怂不然，孬怂不然那些啊，老外孬怂那些，所以就是。因为都是南安路，把路路些老师说啊，什么地方咯？啊，什么都是在咱们 local 不对。来，胖就是老师啊，瓦多，胖就是瓦多，他也是 H 地方。来，学生交接一下，秀哥。他每天晚上吃完饭就睡觉，所以他越来越胖了。很好，来，瘦饼多，来，阿水，瘦饼多。我每天写作业，所以现在越来越熟了哈。我的朋友很瘦。所以我给他一些苹果，你等下人家评论，人家都本地评论，本地评论不话啦，不，没人家问本地评论，不如发呗。你等下人家评论，人家本地评论等下人家话啦嘛，所以这边啦，我帮你。我们家就在那表现那不能表现嘛，对。不发没得，来，我的朋友很瘦，我等下人家评论。所以，我都冇名俾你咯，冇名俾你咯。老师教咱吼要有意思，你别写。你冇名俾你咯，你冇你还谈啥？还话啦嘛啦？哎，你别写啦，没记啦。哦，背那都讲么咯？背那都讲么？冇名追钱了，都哇啦追钱了。哎，没有，哦，要钱咱们不能表了嘛？对，哎，所以我的朋友很瘦，所以我想，我想请他。我想请他吃饭，我想请他吃饭。老师讲到请他吃饭，老师这个底蕴啦，请什么？请什么吃？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咖啡，我请你做什么？啊，你他们来句咩？妈咪，然后我请你吃饭，好像你电话电话没了，你知道吗？这没得木得路，得木得路呢？啊？另外。另外。no，那你啥讲哪里啊？不，我们对母子路面哪呢？骗你家啦，来喽啊！没地的，我请你吃饭。我这还把我们家屋里面哪里呢？我请你喝咖啡，你个咖啡来带呗。我请你看电影，啊，你有请来边没？啊，我对母拉路，啊，这还把我们面部喂，地面弄的呢，进你家人啊，那你弄啊，我嘞。都喵我最近来看嘛，我请你那边，哎呦，都喵我看见我，你帮我做什么事情？国外都喵这个 trade 路线呢，所以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咖啡，我请你看电影。俺有产品来接没？俺有个咖啡来带没？俺有个有钱来表没？懂了？那里嘛，我的朋友很瘦，所以我想请他吃饭，意思是说，俺都产品就请的路有了。我想请他吃饭，啊，对哦，他们就简单，就是说都陪你嘞。大家，我想请他吃饭，好，我的朋友
很瘦，所以我想请他吃饭。哎，你这个任务我顶不住咯。啊，我上班不比你那工作，啊，靠爹是应该一开嘛？你哪里啊？没爹啊？你你哪里？哎，舅母的呢？啊，如果我边没有旁边嘛，如果边没有小哥那边，所以你弄啊，应该比嘛咯。哎，起码从对面男的呀，对吧？比外地动物。比大应该是。对面外，啊，对呀，那个表演来讲那行啦，老几差几，老家没，老没，老嘛，老爷啦，谁敢读？俺那读老爷咯，老爷吧，我你喏，啊，你老凶我嘛，对面厉害，俺妈话，输了我的呀，俺我。对咪咪表的，俺阿喜他了，不不说多少天，等等等等等等，所以都对咪咪表的，俺用爱啊。好，圆味道，圆味道，来老师讲的圆味道啊，你呀咋说近你的？就是说，啊，这地方的一呗。哦，比方说老师讲的圆味道，我家里学校，我家里学校，啊，这地方拍的很棒。我家离学校很远，所以我坐公车，我坐公车去学校。好，再来说三点四来教育一下嘞，来教他语文自己教育一下，一休为。If you will speak up. If you will what? 1.3位。我家里东西很。哎，我啥叫湖南人呢？我啥叫湖南人？你还懂吗？你蹦在主动路呀，其实我没你那么懂呢。好，你先拿它哦，来黑马车来，别别拿没得着。我家里我的还没弄，还没我弄，我明的。年，我明年哭完了，我明年哭呢，你家里我明年呢，哭呢，我明年没哭怎么样？你话两个迷你裤啊嘛，要各边各边要，来捡哪个嘛？来塑料我的，你要是捡哪个？塑料我的，这边个，哪里没来着？你看看。朋友公司，朋友公司，安全，所以，把办公室也赔你冤哪了，把你把我冤哪了，你也那你也赔俺们，把你把，图书馆还朋友公司图书很馆和远。动物园，图书馆离嘛，图书馆离，图书馆离朋友公司很远，所以，所以。啊，来牙齿多嘞！来牙我齿，你叫来牙公齿，司，来牙齿，你来牙齿都喵了。你别拉开门，你丫的，来，别拉开门，1.3位。1.3位，哪里撇票？我的教室离图书馆很远，所以我要去图书馆。我要去，所以，所以我要去图书馆。就为了那张啊，图书馆多少钱呢？我不要
哦，我不要去图书馆耶，哎，都还没洗澡，都人家刚来，都人家刚来，都没洗澡，都洗澡还没洗澡，都我都怎么倒不来，黑马冲来。我的宿舍离我的家很远，所以我经常没有我没有回，回家，没有回家，哦，所以回今家。天我没有回家。俺娘刚买以后，俺比咱到着，所以我今天没有回家。然后俺不回，俺们别闹了，都没洗澡，都洗下下了。哦，叫俺娘刚来的，批评的。所以我今天没有回家，很好，good very good。俺这边以后，俺那我俺比咱到着，俺娘这因为住这来，所以我今天没有回家，对，很棒。不一定要老说洗也是俺们楼的啦。得叫我洗洗俺们喽，叫他这厂里来那老说啦，新沙路呀，你那是老说洗，你说来洗没？你说嘛他呗，老说来笑，你说来笑没？老说教你，你说教没？俺英说你说哎，哦，就是说要挂个改变啊，来，恁看看来，我红娘我们洗手，你好。你哪家摘的？摘的。还绵绵漏嘿，还绵绵。八幺公司，图书馆，图书馆，离八幺公司很远，所以我想去，我不想去，不想去北我们多少钱啊？不想去图书馆。图书馆离百货公司，啥时代干的？啥时代干的？百货公司我也说，你百货公司没多少钱的票嘛哩？啊，你百货公司没多少钱的票嘛？好，图书馆离百货公司很远，所以我不想去百货公司。好，可以登录一下嘞。啊，老师讲了，你弄好教授，你知道个事哈？坐火车也来呗，把路坐火车，哦，火车把路美丽了，哦，火车是来劲，你都，啊，老师我家会嘛哈，俺得讲，你们讲那一次那他老美弄出来了吗？嗯，我家里。我家里老师的家很近，所以我天天都去老师的家。我天天都去，老师天天得外哦，你是你来哦，所以我天天都去老师的家。好的了，吃饭，老师你昨天听多少不？好，我家离老师在家很近，所以我天天都去老师在家吃饭，也可以呀、啊。我到时候是哪不一个 idea？好，来，是哪呢？住了我的来近，我家朋友啊。住了我的没有？来呀，来看图站呢。我们公司离咖啡店很近，所以我去九我走楼路去，买我走路咖，去，我走路去。啊，我我走九楼去买咖咖啡。啡，OK，很好，来看一下，进。我家离公车站很近，所以去很多地方很方便。去很多地方很方便啊，可以，很好。来大吉多，它也是 adjective。怎么用呢？啊，老师来，老师能不能来张会计啊？我的手机太大了，啊，老师还在风铃机、风扬机，啊，我的手机太大了，我不太喜欢用。啊，等会儿啊，
ตึงมันใจฟูเออเราช่วยตาเนี่ยตาที่มันจะไหลมีแม่ตัวมู这件衣服很大，太大了，所以我不想买这件衣服。嗯，好，可以。来，下一位，B B 大道具啊。我的书很大嘞，所以我买了小的书。很多人很那么乐特路亚啦，不过很多人很大呗，很大呗，喏，太多嘛，太大了喏。B B 变表，把表码了，太那表码了，你很那表码了，变表。那小弟，我的书很大嘞。所以我买了很大很多人那么乐都秒了，太多嘛，太 agitated 了嘞，很那么乐太秒不什么。这比较悲观。我的书很大，所以我买了小的书。好，可以。来，老师下一个小对的哦，小对的。我的房子很小，我也应该低的，所以我想买大的房子，可以吗？很简单，在那里可能懂得的。然后我也应该低的，大家我记得诶，我也记得。来，讲那来数来一点呐，小。啊，我不爱。不想的毛，所以我想买长的。不晓得吗？啊，对了，讲没，哎呦，我不晓得吗？这个你也得，没对了，讲你们家就是鸡也讲我们家一铺，不是？你不要咬了，你还丢啥？我搞好忙碌的。哦，就是说，没对呀，讲我身上，我就是俺专业讲我们家，不就是对呀讲这一点不哈？俺就别说，我不太习惯哦，我不太喜欢大的猫哦，我不太喜欢大的猫。啊，今天讲的对没在乎，所以我想买就是小的猫。哎，我们不说它也算罗呢，哎，不晓得嘛。就是都三姐妹就是大嘛，都好大堆基本咯。啊，老师哈，就是没得无所计的不？老师只有马的芦苇表演了。那老师今天老师命令框体老师的框老师愿意接啥么嘛？哦，啊，不哈的，其实我说讲那，我叫破了把你嘛开开啊，没事啊，命令是你。老师这个命令的对，框解的，把你接下来老师讲的。保密节啦，十个节啦，英语节啦，英节啦，看节啦，你啊节啦，空节啦，工作是狂，节节哪节？哦，狂！来，老师讲啦，这个学生来念一下啊，如果这家房子比那家房子还宽。啊，这张房子比那张房子很宽，老师比方来懂他的哦。第一看啊，我看他吧，别多。姐的，哎，这里飞来的很棒。这间房子比那间房子很宽，你看看何干特姐的。这老师描到片因为啦，看看啦，好得意嘛。老师懂历史，来，老师讲的这个房子很宽，打了老师又有房里的长了呗。这个房子很宽，你看啊，sorry，这个房间很宽，你看啊，姐的。来，老师讲到这个来念一下，阿雪。阿雪，是，你来。这条路很宽。这条路，老师标语呢？路的老师栏栏有表示条呢？写来写啊？这老师拦截啊？我们说宽，这条路很宽。哦，体谅啊，姐的，改一改，我路亚的，这条路很宽。来，就要下面这件衣服很宽，给你啊，姐。要是不懂了啊，这件裤子很宽，我不太喜欢穿，我不想买。啊，这个裤子很宽，这个裙子很宽。
老师说，一般来说，衣服、裤子、裙子是搿的为啥嘞？还有老师说，冷，还有房子，老师说，棉毛被啥物事嘛冻了，就是另外另外老师说冻了，硬件啊，房子狂，啊，看着啊，房间狂，都是老师说冻了。吃的啥也要需要皮嘛，老师对比哦，嘛冻，啥物事嘛老师是说，比如讲嘛买啥物事，房子狂，房间狂，路狂。衣服宽，裤子宽，裙子宽，臭牛老师沙漠嘛，苗老师说冬天洗。所以老师今天是学生们是宽，这老师讲的阿喵，老师点点点点命令其实是奶奶里呗，阿喵讲到你把路夹你啊，就是说我讲那招说得好，身上害你了。因为老师喜欢是老师讲到 schedule 啊，因为老师不非得老师今天看啥叫虎牙，就是说讲到也 schedule schedule。身上那一年是给读者来录的，不完吗？身上那一年是给老师讲他的故看啥米来了没？故看啥米来了没？还有就是说，教他那一年，maybe 是说啥如果 don't know uses 零零零零嘛，然后写的，就是老师给他们写没关系。可是身上的 idea，所以老师讲到你现在老师要改了。老师 HS 给对嘛说，龙王老师就让 HS 给对讲到你要么行了。老师 HS 给对的嘛说，龙王是应该跳出来讲的。这下我那龙王破了庙，啥嘛呀？HSK 的啥龙云啥呀？龙王这下破了庙，但是这下我那老婆老师讲到背锅了，我看不落去。所以老师 HSK，因为老师现在是要老生汤嘛哈，所以老师老生汤呀，老师 HSK 有啥公嘛狗屁呢？所以老师讲到你说啊，白色我喜欢白色的衣服，啊你不租房，什么不租，我不租房，我妈妈买给我白色的衣服，拉倒呗。这好了嘞，我今天跟妈妈去吃什么白什么餐厅吃饭，拉倒呗。今天什么不租房，你不租房，你还要穿嘛？然后对面让买，现在要改一下，就是说不，我对面过我让哪样呀？我不如今天讲哪里，我家破水，今天的不租。啊，你嘞？我妈妈今天买给我，哪里要拿嘞？我今天买了，哪里要拿嘞？我老师什么买了？是你不要讲了，你买了吧？所以老师要改，不要一直习惯啊。used to 老师这苦人我们培养，就说咪哎的呀，这位客人咪哎老师。所以老师讲的其实是 HSK 都 lesson 点要不不咯，你都底下的 focus 咯，咪一片的喂。俺们家这批的，就是说东哪呢？么东哪过哈这批的，所以老师讲的，你要诚实说。所以讲到你，我叫哪比我表了，妈了，老师你有什么说？你没表出来，我老师谁说了？表达表妈妈们教的。那老师讲的，你就是这个路，老师讲的好，对要看你。别别刚刚进来，老师讲的，老师一个 idea，对不？你们那模拟的呀？你 ADHD，你都把妈擦一表了，擦的，老师把书丢上就这了，不咯？老师，你来老师东京来啥？老师啊，丢了 webs，你不要，他的家也未必是被爸妈录表出来的嘞。比如说，我爸妈录表嘛都俺拿来嘛，可是我申请嘛，我丢了 web 表了，我丢了 web 表了。老师基本上出来的路呗，基本上，比如说，我说俺吃面啥肉没？我要吃饭了，我说いただきます。所以老师他们啥跟你讲？他们管旁边去买卤肉啊？Yakimas, arigato gozaimas, komenasai。老师这边卤肉不？所以是一个 used 我喏，所以你那个挂钩一块片什么？老师你们老师不打？老师我把老师都查了不喏？我有卤肉都查了，不要紧啊不？我们都对你啊哦。老师不录起来了哈，都那么难用的都查了。老师。到处表现了，都那只车是俺拿来的，那基本上他都那在喊的。所以就是老师就讲这盘路外表，到哪里来不来的？老师这盘路外表啊，好像因为老师这底下丢路表你家是在，他看见老师英语路please catch me close 咯，英语路表哎，英语路表哎，好像这盘都那往哪里进不来的？英语路外表哎，看这盘路外表哎，所以就是说挂我一个习惯，古龙们哎呀挂我，怎么样让明天看不着？你用你了不？表maybe 是在哪里都写的，他们所以贵的 language 都这样嘛，所以你没那么嘞。一张没，那你表来看，你丢了不要？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啥这样了没？我要背书了。一段错了没？我要去洗澡。他们啥？我背啥来着？我背啥？我肚子饿了。所以你爸妈路这款表来，谁敢录这么啥？谁啥好你丢了，面生啥来？不是俺在家我都没有表出钱了哇哦！所以你二号你丢啥住着啦嘞？
老你六路标爸妈在我身上情况，六路标我们穿不，你啥路穿衣裳？你老说烂没路牙嘞，我搞得好，我搞得好，但是老师讲他丢啥，懂我 speaking 讲呢？就是老师一个 speaking 讲起来，老师一个 idea。过年老师也老说爸妈路标嘞，俺老说没路看，爸妈路那种没路看嘛？六路人身上人家他不路标啊，咯？讲到也，俺那个俺身上无边呐，没得六百三十八五呀吧？嘞，给他们修呀，也没得钱，你说没得钱啦？还叫到哪？好，啊。反正还老多啊，没，其实老师也累了，你弄不晓得啊，我们天要上班。那个老师 used to 骗你不会了，所以老师讲的，那个老你呀，你老师就反正你听了他 speaking out 呢，在前呢，就是说你老人家喊你，看你啊，都没有事啊。老师你那个那对 practice 都在看嘛，你说也 easy is very easy，OK 哈。所以老师就是 speaking 啊，刚才老师 practice 累积，那老师那对了对了哈。老师，老师，English 啊，这些老师 English 啊，practice 啊，演你嘞。老师现在老师讲嘛，老师啥的，说 English to Chinese 的呀，就是哭不。我让老师讲大笔呀，老师就说那东西老师 English 啊，弄嘛东西。所以老师 English 啊，给各个弄完后，非常的没写。所以老师就是 ideas 老师大笔，不能写的考个。要不然老师就是 H 不来哈，老师。就是说，可是咱们呀，就是说 speaking Dutch 不咯？speaking 嘛，老师你啊呢？所以老师是哎妈，苦手心，鼓楼的海鼓楼是 English 六百标啊，English 六百标，是不咯？就是一个 brand 哦，practice 不咯？老师 practice 哎呀，一节 very important 哈，所以是讲的 practice 六级吧，明白？讲到这个 schedule 的啦，没录老师你那阿妈看呢？三到三级，OK，好，怎么样？哎呀，六月九月六月那什么时候呢？不要看老师说有那边。老师说有那边怎么样？比那比好看了咯？你谁到位了？外头伢咯？好，老师说国语啥等了你？哎妈，你国语路外表啊讲哪里哟？哎，老师，这有啥老蛮难的？老师国语路哪表呢？别看见你这边路表啊？哎呀，英语路也太表啊！老师表情哪里？老师太表呢？你说应该是说 crazy 片啊，crazy 片嘛嘞？老师啊，打嘞做这打哈，所以就是做啥子？OK，来，今天到这里，大家早点休息哈。See you next week，下个星期见。谢谢大家，拜拜，晚安。啊，老师，谢谢谢老师，老师再老见。师，再见，好，明天怎谢谢么？大家。